在视频前面，你是觉得新加坡租金越来越高，而且那边的生活费非常高，几乎要吃不消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会带大家看一个项目，它能做到零费用买房，而且里面呢有附送一些家私装修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请继续看下去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会选择这里自住？因为这里衣食住行样样精通。所以我们先来讲一，就是我们这个购买。所以这里呢有许多店面，所以呢非常方便，大家要什么呢都能买到，而且只需要步行就能到达这里。所以我们到这里第二大的特点也就是食字，食就是吃的意思。所以呢这里吃也很方便，有许多店面，有来自不同国家呢，只要你一天吃一间都可以吃一个月，所以非常方便。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住，所以这里非常特别，顶楼有空中餐厅、空中酒吧，然后底楼有这个纸箱王国主题乐园，而且这里的房款哦都非常宽阔，我们有这个两房到三房的这个多梯，所以大家有兴趣都可以了解。所以这里的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行至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交通真的是非常方便的。这里不但有提供这个 shuttle bus 去 Custom， 而且呢我们在 KSL 前面也可以很轻易的到到这个 Causeway， 然后五分钟就能到达广场。总结来说，这里是永久地契，而且很轻易的就可以做到零费用买房，而且呢500千外国人就可以购买。所以我们这边有两房到多地的这个房款，有兴趣的马上 PM 我了解地契，谢谢各位。